就是鱼，人的方方面面都密不可分。好，我们向大家介绍比赛的情况。哎呀！啊，邓肘不让马林侧身，好球！谢林，还有过去呢，这个老一代运动员王传耀，在中国乒乓球队里边呢，他觉得最难对付的呢，还是认为相对好打，漂亮。好的，太短，机会，漂亮，和德国的波尔。现在大家马林呢是战胜了柳承敏，孔令辉战胜了萨姆索诺夫，和韩国选手吴尚银。啊，吴尚银呢是战胜了王浩，克里桑是战胜了波尔。漂亮！这之后的最高水平的一次乒乓球赛在即将举行。漂亮！啊，这球打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好的，漂亮，是，漂亮。好的，线的时候电直线，啊，他这个给对方一个明显的交叉的这个变化。漂亮。漂亮，好球，好的，漂亮。啊，这样马林就以11-5取得了第5局比赛的胜利，从而以4-1战胜了孔令辉，首先步入了决赛。